神陈雨希带着44位高挑的 showgirl 一字排开辣翻天，现场跳热舞炒热气氛。第17届台北国际电玩展开幕，碰上好天气，动漫迷跟电玩粉丝是挤爆了会场，其中这个摊位人气最高。原来是日本女团 AKB48 的马嘉玲特地飞到台湾，可爱的造型超级萌，现场送起玩偶跟粉丝互动抢人气。这儿排那儿也排，游戏厂商提供玩家试玩还没上市的游戏，有民众排了3个小时，就为了体验15分钟的射击游戏。逛了大概3个小时吧，3-4个小时。现场超过426家业者，是全亚洲最大 B2B 的电玩展，一年一度的电玩盛会在过年前登场，吸引很多电玩迷排队进场，抢先体验新游戏。